剪刀石头布。佳佳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。佳佳，你在跟谁玩？佳佳，你在跟谁玩呢？剪刀石头布是吧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再来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告诉我，你在跟谁玩？小凯。小凯，他在哪里啊？佳佳，谢谢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家里怪怪的？连佳佳说话也怪怪的。没有啊。没有觉得房子有任何的问题。你觉得有哪里不对吗？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我想找个人过来看一下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一定是你工作压力太大了。佳佳，佳佳，找到你啦！你不要动哈，佳佳，找到你啦！哎，别见鬼了啊！我在里面。哎，出来！哎，我在帮人呼吸放松，我的东西放在超市里面，正在出租品呢。说走就走的，你一时半会儿你让我去哪儿找人？姐，我真的不敢呐。我再加你1000块钱行吗？不是钱的问题。哎呀，那个嘛，剩下那些钱我都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对我好啊。是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莫不相信哈。你那个屋头不干净，我真的遭黑惨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对不起啊，姐姐。他跟谁在一起玩吗？
你在哪儿？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在出差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我觉得好像有鬼扎。喂。怎么了？刚才跟谁打电话呢？还能有谁？你们都老夫老妻了，你就少说两句话呗。你又不是不了解他。算了，你们的事儿我也不想管。安眠药。谢了，请你吃饭。咱们俩吃饭啊？妈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妈妈会更好的对你的。怎么了？欧贝尔丁扎着脚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去帮你拿药。